我是一只不平凡的喵。学个必须在2019年学会的事，学会运动，至少让你的身体每个星期动起来，学习新技能，提升你自己的价值，学会阅读，选择自己喜欢的题材，好好的阅读吧。学会储蓄预备金，至少每个月拿你的5%薪水当成储备金吧。学会培养你的兴趣，有什么兴趣或者梦想还没达成的，就开始去行动完成吧。学会交流，学习跟别人去交流，去学习不一样的东西。学会投资理财，有了储备金就从简单理财开始吧，保险、定存、退休金等。学会保养，让你的自信满满。学会照顾健康，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。学会行动，如果你看完后都不行动的，那么都是白看，所以你也要学会行动去帮我分享出去咯。